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 欢迎再度回来我们的猎龙高手啦。那经过上一集哈、哦，各位观众的建议之后呢，老头决定了购买了我们那个特殊武器包哦。所以说你要看到老头右边上面的金条呢，有多了1000多个哦，所以说这个就留下来哦，以后留着哦，有备无患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可以稍微来打一下我们这些特殊需要特殊武器的特殊关卡，来看一下可以拿到些什么哦，应该也就是金条而已啦。只是老头想打，而且想要这些特殊武器，会比较可能之后对于打某些东西会比较有一点效益吧，或许啦。哦，不管了，总而言之呢，这些我们都已经有了，我们就来一一展示一下吧。我们先展示前面这三把好了，这是火箭筒吧？你们应该看过吧，对不对？没关系，没关系，再用一次，再用一次啊！有特殊武器就是爽啊！叫什么？年幼的剑龙，年幼的剑龙啊！杀三只。来发一发，他这到底会不会自动瞄准啊？当初在用的时候，什么？他有这个绿色的光圈啊，不是光圈，绿色的这个扫描仪器，扫描仪会不会追踪啊？好像不会追踪哎、欸，哦，直接被炸死了，有点可怜。哦，马上给三个金条，所以说。打完他这个右上角有10场，有没有看到特殊武器那边写3之10？哦，打完10场你会有30个金条，算是一种回馈吧。你花钱买这把武器，回馈你30个金条。那这把呢？这把是给多少？哦，也是，所以说也是30个金条嘛。好、哦，没关系，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杀死8只啊、哦，始祖鸟特殊枪支，来试一下，试一下。啊，始祖鸟都有天空飞的嘛，对不对？哇，这把武器也太屌了吧！什么高科技的感觉啊？那就10支弓，1箭1支啊！哎呦呀，看什么？不过没办法放大就对了。哇，这个太远射不到。最多5发，双田速度还可以。来来来，倒数计时。哦，还有1分半，可以慢慢耗，而且。他们好像不会主动攻击，任人宰割，这样结束了。Nice 啊！哦，这一把是10支弓，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哦，成年的丁壮龙。哦，这一把看起来超屌的，外星科技武器啊！5只成年的，哇、哦！攻击，太扯了，这个。太扯了啊！最后一只在哪里？我看到了，结束结束。很可惜啊，这种特殊武器好像只有特殊的关卡跟地图才能使用啊。如果拿这些武器呢，去打那些什么冠军战那个奖杯的那个任务啊，哦，主线的什么奖杯狩猎赛之类的啊，哇，包准秒过，不用讲了，绝对秒过。哦，啊，这就是我们特殊武器，稍微展示一下啊。我不知道全部通关之后会不会再额外给这个就是额外再多给金条还是什么之类的，这个我就不清楚啦。还是我们来试验一下好了，把它全部打完，像是这个特殊任务这个第一关的啊、哦、火箭筒，全部把它打完，看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啊。我们最后一关第10关再补充体力没问题，补一下吧。这个什么？最后一关细颈细二龙，好小只啊。卖照哦！我靠，太小只了啦，要密集的炸有点困难。不过我觉得还行，有直接炸了2只去了。这边应该，哇，没炸到，完了，尴尬，尴尬，尴尬，他们全部都往这边跑。我觉得这边可以来一发，有2只，再，瞄这一只。再2只我就搞定了。据说这里，哇，结束。哦，直接送你一把本来要900多块的幻影精英5折，这个打完就会再送一把，就是
新的来福枪啊，算了，买了啦，反正我有钱嘛，搞不好以后拿来攻略一些新的地图会好用一点，是不是？然后呢，我这就全部打完了，打完了这边就光了，下面都没啊，啊，通通都没了，好不好？然后这边打完应该也是会丢一些福利给你啊，什么打折之类的。好，这个是霰弹枪系列。啊，我们来福枪，我们看一下我们来福枪那把武器好了啦。军火库，刚刚买的那一把是什么幻影哦？装连速度感觉这一把应该挺屌的。啊，感觉有点，哎，是这一把吗？哦，幻影精英，这把跟这把差在哪里啊？这把是更屌的，最大值可以升满719伤害，这个最大值只有419。哦，原来如此啊！哇，死给，好不？来，我们来稍微打一下别的。哇，这个好像不能打哎，需要这把拿来做升级啊！升一升，回到地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剩下的时间来看一下这个奖杯的狩猎赛哦，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奖杯的狩猎赛，要打几关哦？一样是三关，第一关是破坏王，第二关是安博，第三关是斯派克。破坏王这么小一只啊？哎啊，在哪里？哎，刚才我突然有闪一下东西，哦，在这里哦。攻击要落点，我靠！等等，这个伤害，哦，完蛋了，我死定了 ！Oh my god，Oh my god， 吸啊 ，No！ 我觉得我要先强化一下我们这把武器了，先升再说，再升，哦，这个呢，加速不管了，再升。加速啊！最高伤害可以到1796啦，有没有看见？来，别等了，一个金条还好啦，快点！我快没钱了，没毛钱呀！二阶怎么升？我又没有材料，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不然我们来抽一下好不好？125抽一份好了，看不可以抽到霰弹枪的。有，这次量蛮多的。啊，为什么我右上角要变成00了？我要揍人了。00是怎样？可以升阶了，升级。哇，变这么酷啊！这么酷啊！这后面都直接变，欸，有一个要制作。欸，没有，我看错了。来看一下，现在我伤害应该就已经破千了嘛。枪管，再升一次。我又不相信这样打不赢。来，他妈的，已经算是有火力了吧？一枪要你命！来，一枪要你命！我有这个瞄具，很可以。而且射的速度也变快了，有了，这有机会，有了，解决了，不知，耶，水哦。第二关，安博，怎么都是很像类似像那种冥河那个冥河龙，冥河龙是不是？圆顶龙的那种感觉。哦，又多了一个特殊枪支的任务，刚好我有，没关系，我们先等这个打完，好，这三个奖杯赛打完，我们再去打特殊任务，看一下特殊武器长什么样子，杀死安博，来呀，哇，这个，哇，硬到有点跌破，哇，哇，哦，还好。好家在，我想说他前面那一下打下去扣了血有点少，我就开始担心了，你知道吗？所以哦，来，派斯派克三角龙，
哦，有个部位要升级，要19000。我不知道我现在剩多少钱，不管了。有了，回到地图，打，我还不打一波？这样我有18子弹。开局，卖照哦，有机会，他还没来之前，他就要去了。Cine，Oh yeah， 解决了，送这把什么东西？买了再说，爽。应该还会有再三张那个不是三张啦，还会有再三个关卡。好不好？又换了新的了。这次要佩戴什么？我看一下哦，这次要佩戴步枪打哦。哦，这次要佩戴步枪打哦。我这把步枪也太烂了吧？这是步枪吗？军火库。特殊枪支突击步枪，我们的步枪也只有这一把而已，我们好像没有其他更强大的，对，后面都是需要更好一点的才行。好，算了，不管了，那个之后再说。我们来玩一下这个，杀死雌龙六只，用我们的特殊枪支来玩一下。哦，死给！好爽啊！就这样大爆死哎、欸，榴弹枪呢？哦，最后一只在哪里？看到了，爆了，结束，爽歪歪！哇，痛快！啊，最后再打这六只。最后面应该是不是最后再打这三只啊？最后面应该是只剩最后这三只，打完之后，右边的图应该就会打开了吧？我猜的啦，好不好？好了，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哦。个人是觉得，就是这游戏如果你要进展快速，必须要氪金，就像老头一样哦。老头算是有点稍微偏快要重氪了哦。那这个游戏我是比较推荐，就是该怎么说？体力满了就上去打。然后打到没体力就不要再打了。如果你们不想氪金的话，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想像老头一样这样子的话，必须可能就一个月稍微氪个几千块吧，好、哦，才有可能再快速的做个推展，好不好？好啦，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啊。对了，订阅右边的铃铛可以按一下，好、啊，可以更准确的追到老头的新影片。啊，或者去我的 NoNo Life 来个追随啊！那如果有什么任何意见，在影片下面留言，或者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老头。啊，对了，我的 IG 记得加一下啊 ，IG 啊，找不到的话呢，粉丝团友，好不好？好啦，今天就到这，感谢各位收看，我再见，再见，拜拜。